安宁温泉小镇这个牌坊，我们去温泉镇的牧羊村去参观一下。这里离昆明有40公里，据说牧羊村是一个世外桃源的地方，依靠这里的青山绿水、美丽的风光，打造它的旅游业，搞这个乡村振兴。这还是彩色的路面啊，这村子还蛮大了，这个村子搞集市是吧，搞旅游的是吧。牧羊村啊，院墙都是画的画。我们参加这个房子的建设，要搞得差不多了啊。这里还盖一间，盖木头的。对，过两三天就可以盖这个网了。这两天你们在干什么？顶上盖顶上，盖顶是吧？已经有一个轮廓了，基本上。两层楼，这是二楼。风景好啊。